咁我教咗長嘅 bass 啦，咁我本身開始嗰陣時係諗住用 sofa-lam 教佢，咁應該會易 pick up 啲音嘅，咁但係其實佢唔識 sofa-lam 啦，係啦，跟住所以結果佢都係我唱一句佢背一句，我唱一句佢背一句咁，咁都但係都 OK 快嘅。我就是負責幫 Marco 學和音的，他比我想象中快很多 pick up 到上手，而且他有一套自己的學習方法，就是他知道自己哪裡不熟，他就會說、哦、我不落住了，不斷在這裡練習先這樣。我就教 Phoebus 做人聲敲擊，即係 beatbox 嘅。咁我知佢事前咧都有一啲基礎噶啦，好欣賞佢有個位置就係打到啲基礎嘢啦。不如可唔可以幫我執執個聲啊？可唔可以幫我教一啲新嘅俾我翻去自己練一下？呢、這、一個態度都幾好，我覺得。嗱，學 Sansa 話齋啊 ，Acapella 就係咁有趣噶啦。分開曬練，你唔知佢哋做緊乜嘢嘅，但合埋一齊，哦 ，beautiful。謝謝，多謝老師。準備的時間不算是很多，但我們都有信心呢，表現到八成的有。八成就太多了，我不夠。八成做不到啊，差不多。我們有信心表現到兩成的。Logo Fashion 獻星紅豆沙，今晚11點。